渴死了。你干嘛呢？啊、偷偷进男人房间不好哦。什么？小蠢！哦、小蠢！宝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小蠢！哎，你怎么会来这里找我呢？因为你逃不出我的手心啊！什么情况？我过来和你一起住啊！先不说别的，你看，我为了给你带这些东西，都快把我给累死了。你先吃着，我去洗个澡。等我啊！